侯友宜一直叫超级兴奋，纷纷把手伸出来，想要握手拍照。侯友宜一路大进场，走了快十分钟才抵达台上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党政，甚至包括媒体、网军、侧翼，铺天盖地给你扫嘞，已经因三新出牌啊，face、歹毒。 还有飞鹤家园，伊唔客啦，换我做总统，我拢甲客啦，好无？好，我会集合咱所有有志一同，所有在野党的好朋友，组一个有钱有责的联合政府。 除了猛攻民进党，更强调自己不会卖台。侯友宜超级星期天高雄大造势，还请来了神秘嘉宾。现在的民进党吃铜吃铁，天上的光，天上的风，海里的船，地上能走的、不能走的，只要有利益，他们就要吃。民进党也是谋财害命的党，大家一定记得，他给你来猪，他给你来牛，但不给你有选择的机会。 疫情最紧张的时候，他不给我们疫苗，他也不准别人帮我们买疫苗，他要我们的钱，还要我们的命。第一次出席造势活动，管中闵就火力全开，让韩国瑜也不断大赞。大姑娘进洞房第一次，我听了都好感动，我想投管中闵一票。将近30年的登革热。 我当市长一年就解决了，民进党现在用广告在打我爬树，结果一爬到树上面才发现，上面的洞蚊子都在里面产卵。高雄乡亲再一次把选票爆炸出去，蓝营大咖接力瞄准南部票仓，希望最后时刻能激起支持者的热情，催出选票。欢迎新闻庄品达、杨芷玉，高雄报道。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